冰川小，哎，开化了啊，冰都快化开了，咱们拿冰川出去看能不能传点鱼吃。里边都有什么尝试哈，化了啊，一踩就掉下来，流进水里。这是一个鱼池荒垫子，哎呀，那没用船直接就捡了。哎呀，这样一晃，哎呀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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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鱼了。干凿了，这是冰里头，什么没有？哎，整点，再走走啊。地砖不传它也不行了，也不能使了，都坏了，使一年就使不了这就是要野链子，野鱼特别多，特别像山旁的，山旁的野生的。哎呀，这是不是这样？好鱼啊！这山旁都糊了，这儿啊，这儿的鱼，看这扑了一下，哎，怎么样这鱼？这鱼很火的哈，直扑了一下。全是，等一下，这多少？哎呀，好了，下车。今天还行哈，没少打，打着鱼了，回家了。这是鱼红眼，我跟你说，那打着鱼了，多远都不累挺了，走了。要打不着鱼，你走都走走就累挺。干啥呀？刚回来的。啊？刚回来的。刚回来啊。我看看，从这儿来。啊。怎么整着？看看怎么整着。哎呀。
你看这没少整啊？啊？怎么山旁呢？那啥呀？这搁哪整的？这是？在水里整的。你爸还找你呢。啥时候找我的？你爸说的，你上哪去了？我说整鱼呢，上哪整？看这鱼怎么样？这鱼怎么样？山旁的吗？啊。这也行。倒出来吗？倒出来。搁这里头。搁这里头什么吧？养啊。啊。活了。哈。来。地沟打点鱼还不吃人家哈。啊？有两口捞着呢。真的。捞没捞？我这哈喇子都进去了，哈哈。哈哈哈哈哈。这是鱼的水呀，鱼的水。这个不行。那马上就绑回来了。哎呀，这多大呀！跟你们打的吧，你们打的，你们打的，马上过来。